大家好，1月28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在日本某饭店偶遇关晓彤和鹿晗的画面，从照片中就能看出两人的感情状态完全就不像是网络上流传的情感破裂，也是曝光了两人的近况，一时间引来无数网友的热议。在照片中，只见一名男生和鹿晗合影，鹿晗也并未拒绝，两人在镜头前比也很是开心，同时也是摆出酷酷的表情。不得不说，鹿晗确实很帅气，当时他身穿白色短袖，耳朵上戴着耳环，很是具有时尚气息。期间还有与关晓彤的合影，只见关晓彤站在门口，她身穿黑色卫衣，下身搭配黑色长裤，画着精致的妆容，她也是双手比耶遮住脸部，整个人显得俏皮可爱。而身后的鹿晗则坐在餐桌前，也是举起右手比耶。不得不说，两人在一起同框的画面很有夫妻相，两人的感情一看就非常的好，力破分手传闻。而且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也是有粉丝看到后想要合影，鹿晗都并未拒绝，只见他手中端着一盘烤串，很是开心。关晓彤则坐在身边靠在墙上。据悉，早在过年前就有八卦媒体在社交平台上爆料称，鹿晗与关晓彤现身日本游玩，只不过没有正脸照，被很多网友质疑其真实性。不过很快，鹿晗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在日本京东某豪华酒店的照片，据悉该酒店一天房费就上万块，看来两人此次并未在家过年，而是在日本过二人世界，两人的感情真是令人羡慕，期待两人大婚之时，祝两人感情如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